过。小胖开饭了，你别着急，咱小伙伴向你挑战一天只吃酸的食物，越酸越好啊。这也这什么这？咱俩校花都说了，今天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让全班同学都一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这能难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咱们先给小胖喝一杯酸爽的老陈醋。来吧，别愣着了。哇哦！哎呀，哎呀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碗酸辣十足的酸辣粉儿。啊！到了中午，给小胖来一份酸汤驴肉水饺。来一杯放了三个柠檬的柠檬水。哎呦我的妈！到了晚上，给小胖来一个山楂糕，再来一个冰糖葫芦。啊，今天真是够酸爽。